啊，两把网视频呢也拍了很多，两把网它非常豪爽，但是结网啊、理网啊要仔细啊。很多朋友把这理网、结网呢，他不当一回事，感觉撒网啊在于撒，其实不在于撒。前期工作准备好，把理网、结网准备好，撒网很容易，对吧？只要说这个稍微力度控制一下就能撒开哈。今天呢弄这个五分眼呢就是。这网眼直径呢，大概多少呢？大概在1.6到1.7这样啊，五分眼的网哈，拉这个网呢，打的小三角。告诉很多朋友啊，说这个平时撒网的时候，什么跨栏呐、打远呐不好打。你不要看我这网小，4米5的网，全网和14斤左右哈，这网可不小，因为重量可不轻。因为平时的小米眼的网呢，太轻了，下水速度慢，抓鱼效果不好。我为了抓鱼效果好呢，我就做的比较重哈。来。今天咱们把这两把网撒法彻底的复习一遍啊，把这网理好了啊，理好了形成一排呢，从前面看一下，再从侧面看一下。这网理成一排好处就是什么呀？一个是人不要来回转圈，第二个呢，结网特别好解，一举两得吧哈。好了以后呢，大腿的高度开个兜门，开个兜门以后，把这线子抓在手里边啊，把它对折，然后呢，手在小腿的位置夹住这个。啊，夹住几个兜啊，一边剪的时候再弄，右手整个网往后拉，剪斜面啊，眼睛看着这个斜面，剪斜面。最后这边手呢可以拿起来3、4个或者4、5个都行啊，拿起来手把它捏住就行哈，底缸不要抓，然后把右手手背上的底缸放到虎口最里面去，这样子撒法可以打远，也可以撒脚面网。下面啊小三条不少尾号，来找一下找一下，下面小三条不少，来再翻花花啊。打一网哈，垃圾也不少。来，来这个网来，网啊，先就是人和这个障碍物哈，栏杆呢，保持个1米左右的距离，把这网往前推，往左摆，摆尽可能摆远哈。来，往前推，往左摆，往回平的拉。怕撒到这个障碍物哈，怕撒到这些杂物。没打太大哈，打的小一点，好控制嘛。打太大了，万一控制不好，打在这个垃圾上去，这网就惨了哈。看五分眼的能上多少的鱼，来看一看哈。哎，看来不多啊，不多哈。小鱼不是太密，今天风太大，温度有点低，小鱼不是太密。哎嘿，哦呦嘿，哦呦嘿，乖乖，这网太重了。哎呀，来，几网就够吃了。这三条子哈，是吧？这么小，看到吧？七分眼的拿这个三条有点困难，五分眼拿它妥妥的哈。就是风，这个天气冷，鱼不多，但是几网的也就够吃了。这个14斤的网打远可不易打啊，网眼又小，下边又是陡坡。两把网那个视频呢，基本上也就结束了哈。如果说中间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，大家可以再提出来再交流哈。比如说一些撒网发力啊什么的哈，可以提出来交流。下期呢，我们就开始拍那个一把网了哈，发网视频，拜拜。